很好啊。哎呀，看看啊，你要这么烦我也可以啊。哎呀，看看吧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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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103，看到。来哟来哟来哟，好，你应该可以了吧。有点热，你脑子没关。你早上全部给爷爷。哎，下雪天了，怎么着呢？哎，阿爸啦，阿爸你，你哭啊？那个。阿丹，阿丹，阿丹四个吧，要四条吧。那个。
上 OK， 然后那个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哎呀，过去啊！哎呦，听着是蛮多的，听着比较欢乐。啊，往后拉。要接你十二只，你不要换十二只，二个啦。你十二只呀？你十二只，你刚十只，你无讲啦。你二个，你个，你还是讲你公司啊？太细啊！羊肉卤杯，哎，这个我没有开。哇，安内的话，快开！蜂蜜，开了，好。这个内馅，它很好玩吃。看一下，New York 早，瑞珍早，苏元丽早，金钱早，德丰早，文才早，新加坡日早。今天有那个石斑哦，白纸石斑病，然后飞大白带鱼，鸡汤安尼尔，鸡汤啦 ，OK， 喂 ，OK， 你也喂。玉秋早，一包你莫看内底物件做啊少，你讲一包，你加买一包汤汤食就好啊，你是？嗯，一包。一包你买一包来讲，我无买好少个。郑明早，新人早，吴超早，小川早。从一路走。好。
啊，还大海带。两百。那个长颈西草啊，西啊，拢其他拢丢哪里了？这些话还多，这几个地，这咱们动，别指纹。老板，你有十块？啊，这块钱不？够了，好。啊，有一百吧。好。八。你个字啊？谢谢。反正就你个字，啊，还蛮一百的。现在上乖啊嘞。干吗？今天有直播吗？不会的。朋友早。这个拿两把。好。这个。嗯，是摇摆。这种光是干嘛？哎，超看了吧？多少？有，他超看了。500，他们要，还两五。1103。台中公园。多少？250。这边有石木一对。这个重点不错。能啊？这不要问我啊。刚不要问我啊？一个四千就无啊。直接开始。四千，四千啊！四千的干杯。你坐伫遐啊！你坐伫边啊头壳落去啊！你到时哦，迄个阮住遐，你到遐哦，住遐住啊住啊！哦，你申请哦，八八八啊！八，你卡升的八八八，八八八是万年，你是八八八。恁三代嘛？系啊系啊系啊！你有咩做？我厉害做啊！哦，厉害！你看天天空开开，人就变啊！啊，你住遐？系啊，你住遐系啊。系啊，我即差下边写住。系啊，咩啊？啊，你有中央铁路？阿弟，什么酒啊？我去阿石头。阿弟，食黄皮草。那个、啊、YouTube 会直播啊，还有YouTube 姓王，YouTube 会直播。哎呀，你要不要来坐啊？好啊。好，跟你们讲一下哈、哦，今天我的决策，我昨天晚上有看 FOMC 的决策。宜君早，如果你们有买美金的哈、哦，应该没有人了、啊，没有人跟我买。我今天下午会去银行把美金全部卖掉。啊，一手三百箱，伊无拢无安奈哦。我未讲个啦，大姐啦。我刚来尔。啊，你有啥物企业卡哦？银行。企业卡还旧，唔知有无保证。嘿。啊，电视装无啊，对吧？真是无啦，袂完啦，迄、迄、迄无啊，无去啊。我顶摆拍照，你就等一下啊。我较早来，你还袂见。我先讲啥物？哦。啊，你搁三个活的虾啊？哦。四尾虾啊。好细。嘿嘿嘿。什么东西？这个不好，虾啊。哎，点多啊？对不起。三百块。啊，怎么煮啊？不煮。两块是哪名？小万，你找。你不做哪名？你不做。今天香鱼一箱300块，香鱼。今天香鱼一箱300块，再用。一箱这么多。一箱这么多，看到没？这么多。这个大小大概在27只，25到27只左右。一箱大概27到30。27到30。然后一只10元吧，一只大概12元左右，一只大概12元。香鱼今天只有1、2、3、4。今天大概剩几箱啊？4箱。今天香鱼只有4箱哦。
而且好像真的快结束了，接下来应该没什么下雨，接下来就等明年了。一箱300块，你去外面香芋，老实说比较你零售的话，香芋大概买三只吧，比较大只的大概200克，大概买三只。公的香芋大概是买三只，母的香芋大概买一只半。我袋里大概30只左右，一只大概10块钱呐、啊。所以如果有住丰原的朋友，或是你等一下过来的朋友，想要拿香芋的，赶快哦。四箱，接下来下个礼拜就没了，真的没了。海先生早。对，32.3，早上起来是32.3，因为一开始他讲FONC 的谈话有点偏软，然后但是结束以后他还是决定升三嘛，所以有先跌，有先，但到32.1，然后早上起来到32.3，对啊，三码。但是要结束了，他已经有放话说接下来要放缓了，这个代表就是说他准备要结束了，顶多接下来12月再升2码，明年的2月再升个1码就结束了，所以现在是4.25，大概到5%吧，剩3码而已，后面再剩3码空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我准备要离开了。罗明峰早，罗明峰早。阿里方五斤等下。黄鱼一只100，六只500。分章早。黄鱼300。然后应该可能会开始。太阳布。嗨早。邱倩早。早。应该会开始买股票。现在股票好像没什么可以跌，剩一些之前没有跌的，真的在成长。那个台达电没有跌啊，连中富都跌了，台达电没什么跌。我本来想要买台达电，但是我觉得它好恐怖哦，它怎么都没跌啊？还有普丰也没跌，我觉得。可能会买台达电吧，电动车加大数据，它有很多都是走未来趋势的。大家早安哦。无你。我都是这样子啊，因为我看到大家都在觉得对啊，台达电不太会涨，它也很赚钱啊。他如果要基金一点，就要买那一种比较偏专精的。另外一个就是有关于铜相关的产品，好像就是电动车跟铜相关这两个相关的好像也不错。电动车加铜，铜好像会接下来几年会很缺啦。同会很缺，拜拜。拜拜。